昨天的锅煮太小了，今天呢特意找了个大锅把这个龙虾煮给我女儿吃。李宇轩，给爸爸留个双击呗。昨天叔叔阿姨他没给我双击，今天我不要了。你今天要一个，你叔叔阿姨肯定会给你双击的。叔叔阿姨给我一个双击吧，谢谢了。谢谢了啊，这个双击不是给我的，是给孩子的啊，拜托了。拜托了，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双击。马上开煮啊，双击666。